全部冇乜準備妥當，七場三班千二大熱係一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電信彪馬應聲彈出啊，喺入邊自外都快閘啊。第三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咧外邊位置加州海哥啦，中間頂住佢勝利風範啦。咁啊再跟住中檔嘅位置仲有活力爵士啊，第五位黃衫黃帽啊，第六位淺藍帽嗰只咧就勝然啊留緊啊響三搭啊。再內欄第七位銀亮之星衝變紅鴨直間三仲有地通啦，後邊四隻啦，陽光戰區淺藍三尾四，藍白格仔三內欄咧仲有呢只協進神區啊，尾二走緊三搭喎，黃衫黃帽起勝。区暂时包尾是天衣无缝嚟噶，好啦，过埋六百，前面带头嘅一队，外边加州海哥啦，埋边啊电信彪马啦，咁啊第三位啦，已经系呢只胜利风范啊，再见到第四位内栏系挚爱，第五位活力爵士啊，再下一层啊嘛，仲有呢只圣贤浅蓝帽啊，第六位攞出去噶啦，后啲先见到银亮之星咧，入边系协进城区大爱档啊，喜胜区啊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，前面透出嘅仲系加州海哥，见到外边追佢嘅马有胜利风范啦，咁啊原栏追啲，仲有挚爱。中档位置银亮之星亦都上紧嚟，最后一百米都胜利风范抛离咗个几身位，已经系奠定胜局噶啦。第二名噶嘛，埋边系挚爱啊，第三系嗰只加州海哥。咁至于第四名咧，要影相好多只近噶，电信彪马、银亮之星、圣贤、大爱档，仲有只喜胜区啊。咁结果呢只胜利风范咁都赢出啊，潘顿今晚第二场头马啦，第二都近噶，挚爱加州海哥。第四咧就真系慢慢睇啦，四隻影相。又胜利风范啊，潘顿咁啊，最后咧2.8倍啊，咁啊胜出今场赛事啦。跑第二名啊，记得内栏嗰只七号嘅挚爱啦，波件事。中间四号加州海哥初出嘅国能跑第三，咁第四又成排嘅，咁啊见到咧中间银亮之星啦，外边圣贤啊，咁啊里边都做电信彪马嘅。2.8倍，風範咁啊，都幾輕鬆嘅贏得嚇，呢個重磅。咁啊，判斷都起碼啦嚇，第二名嘅七號嘅摯愛。恭喜潘顿啊，落翻两边啦，上次冇买赢啊，真系咧冇买赢之后啊，继续啊，都有买赢啊。第四仲影紧相喎啊，都近啊，几匹马。咁啊，暂时睇下啲预计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系一号嘅胜利风范，独赢派28蚊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二名系七号嘅挚爱，位置派26.5。跑第三名系四号嘅加州海哥，位置派30蚊。连赢一搭七派109蚊，三重彩一号、七号、四号顺序派1290蚊，单 T 派352蚊，位置 Q 一搭七派47蚊，一搭四派57.5，四搭七派119.5。第四名啦，影到啦，就系12号嘅银亮之星啊！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1蚊。
174就都算正路范围啦，打三天嗰啲有啲朋友可能都头先几个叫呼啊。嗯。哇！反而打得最激烈第四名啊！哇，成堆马争。四连环嘅预计派彩，一号、四号、七号、十二号派707蚊。四重彩，一号、七号、四号、十二号顺序就派10239蚊。睇下上啊，第四名银亮之星，咁啊白鼻梁嗰只啊，外边圣贤啊，起圣区啊，好近嘅呀。巡逻影片睇翻第七场啦，都系较为平淡啲嘅一场啦。前边嘅马翻晒嚟噶啦，咁啊起步嗰只协进神佢留咗落个尾道，因为排大外档啦。前面电信标马咧一俾人冚咧，佢就冇咁好噶啦，佢自己带出嚟好地地，但系嗰只加州海哥上嚟一逼佢咧，佢翻到嚟就唔劲啦。潘顿咧就好啦，梗系等你哋斗咯，留住个第三，内栏就至外，头三名嘅马都喺晒度啦。咁啊中间就活力爵士，后边就圣贤啦、地通拿都有啲乱龙嘅。跟住銀亮之星都係貼欄啊！陽光戰區、喜勝區、天衣無縫、協進神區喺個尾。呢場步速咧就比較慢，咁所以都係前面嗰堆咧就跑得較為好啲啊！咁啊兩樣夾埋都慢咗四線領嘅，都屬於偏慢步速嘅賽事。咁啊頭馬就依家第三位啦，咁啊入邊嗰只黃金包雙威咧就至外，咁啊兩隻都享受緊個步速形勢嘅。咁啊前邊就加咗海哥，咁啊大扎只，咁啊初出，咁啊賺咗少少慢步速咧都跑得唔錯嘅。咁啊，后边追嗰扎咧就只只都蚀咗啲嘅，咁啊掟出去咧，喜胜区咧就都有冲嘅，不过就追唔切。咁啊，嗰只圣贤其实都好似唔系话好肉紧嘅，见佢啊，咁啊就目前都越追越劲嘅。咁啊，反而莫奈咧嗰只掟出大档啦，今日都叫做开始啲走势啦，冇咁差。第七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一搭七派47蚊，一搭四派57.5，四搭七派119.5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1隔夜热门派21蚊。四连环派彩，一号、四号、七号、十二号派707蚊。四重彩，一号、七号、四号、十二号顺序派10239蚊。孖布派彩，头关三号、尾关一号派109蚊，头关三号、尾关七号派50.5。孖 T 派36396蚊。三 T 就派1569749蚊。三 T 安慰奖派12101蚊。有多宝话，5月20号嘅三 T 彩池咧，将会有超过115万嘅多宝彩金累积嘅。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3秒82，第段23秒07，末段23秒04，赛前剩时间1分09秒93。